Lab 9要介绍的是无弦空气琴，实验目的是用超音波模组动态调整喇叭音高。我们必须让程式可以直接把超音波模组测到的距离换算成频率。首先，先设定频率的上限及下限分别为880和220赫兹，测距的上限及下限分别为700和40公里。由于我们选定的测距值和频率值范围刚好相同，所以在22行这边，只要把测得的距离减去最低测距距离40公里，然后再加上最低频率值220，就是转换后的频率。这边可以听到手去来回晃动发出的音频会不同。